来吧，我们继续恐龙，所以我们重点摆在我们的宠物的介绍了哈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，这戏一直就是我一直忘记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啊？但是我还是一直选幸福进来，然后后来我想想算了，人就看可以玩到哪就算到哪。那其实我的重点是摆在角色介绍嘛。我觉得我的拉布不是重点啊，但是我们上次讲到哪里？又讲到流火兔的样子。今天先讲这只好了，厉害。OK。所以这只是重补取的。也蛮稀有的，有蛋蛋了，坚持是。来，这还有我们很重要的线上的玩家，线上玩家非常重要。赢他钱哈，但是会越抢越大。对，换装。